修行角度啊，贵在菩萨度众生，爱多行善业吧，布施利行大众，爱多说好话啊，爱广度众生利多，这就是咱修行。爱有发这份的心，修行离不开了发大心嘛，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度众生的志愿，这是咱修行角度的本分事啊。所以菩萨度众生。啊，要安怎度呢？那就是爱多行善业。咱来当定定做好事啊，那就是甲人结好缘嘛。那结好缘嘛，上好的方法就是付出布施。天下众生苦难偏多，亏欠的呢真多啊！亏欠，咱都爱去甲伊补充，安怎样？伊所需要，咱去付出，这叫做多行善业吧。生活的物质需要，咱去付出，心内呢？的迷茫、烦恼啊，咱应该呢，爱去帮助扶持，启动伊内心的智慧，这种叫做布施利行，凡是利益人间的代志去做呢，这种种叫做善业，同时呢。嘛是叫做菩萨道吼，那这些利益大众啊，啊利益大众，唔只是干那物质，或者是呢去解互动，打开伊的心门烦恼，也个多爱，多说好话，一切会教导啦。嘛，都爱听闻声音嘛，所以咱这个声音爱互人听到呢，句句是话啦，每一句话，每一行的教导啊，伊拢会当接受，接受会当入心，入心呢会当点在日常的行为中，这。就是因为咱所讲的话拢是法，讲话那何人拢个当作是法啦？这就是因为你甲伊有缘，而且是好缘呐。过去间唔就是讲过好缘的呢？每一句话拢是法，也那无缘的呢？每一句话都是是。非同款的话啦，有诶讲好话，那无用真诚的心嘛，啊，就变成了机器咯吼。所以咱爱甲人爱讲结真侪的好话呐，你用诚恳的心所讲的话啊，句句都是法。所以咱爱多说。好话啊！那讲道动事立道，咱爱个众生啊，来个化道。因为呢，人生大事啊，都是得众生啊，一直到死，这是一世人的代志。但是这一世人呢，的人事物啊。
因那些懵懂啊，无了解呀、这个众生到死这个中间，那心那是糊涂啦。一世人虽然短短几十年啦、那是方向偏差呢，那就做真多业咯。所以奶奶讲道，对啊，每一个人啊，一世人的中间，咱那是有时有缘，咱都爱赶紧呢，动手动。有缘呐、那该抓起来，甲咱同齐做好事，那就是用慈悲制度众生，这呢叫做广度众生，入道入佛陀所教化啦，这个角度，这呢是真重要啊，所以希望。大家人会当体会修行角度的道理哦，吼、那咱证明啊，敢毋就是也是讲过去啊？那迄位呢，救命菩萨，多有众生家，气下所摄相啊，伊是害大呀、贪着利用啊。啊，毋过呢，伊有甲人结真多诶好缘，所以也行众善业吼。虽然是害大啦，虽然起下所摄相啦，但是呢，伊嘛是会当有行真多诶善业，所以因为安尼有即个善根啦。所以，一行众善业，得见无所佛啊，供养一诸佛吼。那随顺行大道，即入菩萝蜜。因为伊有善，所以都有因缘呐，会当见佛，而且是无所佛啊，这。所讲的无所佛啊，看见几万佛的中间，同款呢，伊也是安尼生生世世有这个善根因缘呐，嘛是经过了二万的历劫定命佛，所以讲起来无所佛啊，敢只是2万尔，应该呢过去是无量。无所佛，这数字呀、希望大家人伫咧听，都该表示讲，因为伊有善根，这个善根呢，就是见佛的因缘，会当看到佛的因缘。啊，多位的有佛呢，常常讲啊，人人啊，分具佛性，佛性看人。人人是佛，咱的心善呐、看人人都是善，善良的本性呢，那就是佛啦。所以好人一定要跟好人斗阵，做善事呢，一定定呢，跟做善事的人斗阵，那有这个善根善念，就已经呢，无有离开。咱的本性啊，各位菩萨，大家人呢，咱伫日常生活中，任何一个人啊，咱都爱甲伊尊重，都亲像呢，人人都是一尊佛。要那安尼呢，逐工伫咧看的人遐尼真多，那就是得见无所佛咯。这是咱。学佛了后啦，咱的心门爱拍开，咱会当了解呢，了解人人本具佛性，家己本身啊，或者是呢，咱面对的人人拢是同款，所以
人爱时时培养佛性不息啊，人本性佛呢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甲这个人间人人本具佛性呢，定定伫咧斗阵，所以人有信心、公道、同事来行菩萨道。啊，咱那是干哪？接着伫经文里吼，好，即马咧讲的是过去啊，弥勒菩萨过去真久真久以前啊，八别地主中啊，其中的一个，咱那安尼会脱离了咱要修行吼的境界，真正咱要修行的境界，修角度啦。咱必定呢，将佛经的内底一切呢，都爱收入来，甲咱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呐。安尼呢，听经经的道理，才甲咱的日常生活会当接触到。所以讲，行众生业啦，自然呢，都会当。见无所佛啊，在供养以诸佛，随顺行大道。供养都是布施，就是付出。布施有三种啊，唔是一定拢爱物质的布施，爱有无畏施、甲法施吼，这呢，等等都是叫做付出，付出在供。用，那一旦安尼啦，咱伫日常的生活中啊，无不都是叫做随顺行大道，随顺呐，随顺伫咱的生活周围中，不管是人所需要的，或者是呢做代志等等啊，那咱看到当着。当下付出啊，这种叫做行大道啊。那记六波罗蜜吼，还是记住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呢，大家人拢知哦。这个、六波罗蜜吼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无不都是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行动，所以这段文啊，由我来在我们的身边呢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法，法入在我们的心，那么法也是在我们的行动中啊。善业这两字呢，咱都知影，众善行，所有所有的善行啊，那都是造作福田。那天下的一切的代志，你会当去造作啊，这都是去亚经济，在人的心田的内底呢，你去给亚一粒好的经济。甲伊结一婚的好言，自然呐、啊，所讲的话，人人拢听会入去。你所得要化度的呢，人人拢会对你做。这呢，就是做福田，福田就是你有解亚经济，这就是善事啦。那么善业呢，除了付出以外，家己的内心嘛、啊。也都爱记住这个守规律啊，亲像讲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，大家人拢知呀，常常伫咧讲吼啊，咱爱会记哩，咱的辛苦啊，唔通去犯着杀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。
饮酒吼，真诶，在家人啊，都爱真谨慎啊，杀业啊，毋只是亲手杀，有助缘杀啊，或者是呢间接杀啊，咱日常生活口欲啊，食吞食真多呢。一种生命，你要吃，你要吞落去呀、啊，那都要有人供应给你吃，供应给你吞落去，啊，都要大量杀，啊，都、就是大量饲养，啊，就会变成了呢，污染嘛，天地污染嘛，啊、哦，空气污染嘛。那么大地污染嘛，就造成了四大不调和。四大不调和呢，造成了呢人民哪一损失啊？造成了家破人亡啊，真多的灾难都是来自于的人类啊日常生活。干那讲五戒啦，干戒呢，都会造成了天下一灾难。所以，伫人人的身躯，那会晓固守五戒这个杀字呢？难道爱知影？唔是咱去杀，唔过咱去吞食伊，这呢就是干戒吧？一主因源头。所以杀偷盗，那都爱戒除咱的贪心咯。因为贪啊，贪呢，家己无法度做，那得用偷盗啊。哦，这个偷盗啊，就是啊，因为贪念起，才会去偷，才会去强盗、强抢啊，这嘛是作孽。人啊，谈这个色欲，这个家庭啊，世事呢，无固守的分分啊，夫不夫，妻不妻啦，先生的外面呢，金屋藏娇啊，那太太呢，都红杏出墙啊，那做囝呢，就是翻译吼。无结啊，不好啊！那亲像安尼，这个家庭啊，都不得平安咯。所以啊，家庭爱和睦啦，都爱无有这个犯规哦，邪淫呢，就是包括家庭啊，诶，规则吼，一个人犯规啦，那第二个呢，就讲你会安尼做。啊，我嘛甲你安尼做，第二个都阁犯规啊！那下一代呢？啊，父母是安尼吵吵闹闹，啊，我呢嘛甲伊吵惨落去。那你看，这呢就是一个家庭规则无守好啦，这都是对自己邪淫吼，这个不应该有的，已经呢是。偏差叫做邪吼，不正啊，不归吼，无正啊，也不归正啊，这都是干那对起来，迄个邪淫开始，都说这个家庭是安尼，啊，这个家庭是安尼呢，啊，囡仔恶业对外面呢都闹事啦，这心态啦。都是安尼起啦，所以对社会啊，对天下呢，都是一个作业的起因哦。那梦语呢，嘛是同款啊，开窍洞穴啊，无不是业无吼。病是从口入啊，祸是从口出啊，干那一个口呢？都有四行啊，所以第十
善业的内底啊，反面就是十恶业嘛。所以，第十善业啊，心三口四意三，加起来呢，就是十吼。这那下当将数善数啦，就是心口意。拢是为善吼，那心行好事，口说好话啦，无妄言，无忌忌，无两舌，无恶口，真呢，那自然呐，就是叫做好话。同时，咱的意啦，咱的心嘛，爱时时呢，爱好好制服咱的心嘛，唔通有贪嗔痴的心念发生，安尼的行动呢，那就是善啦吼。所以讲起来，五戒除了杀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言，也个有饮酒。饮酒呢是乱了性啊，所以讲起来，咱的性控制不掉。哇，所以都会犯了十恶业吼，所以讲十恶业跟五戒呢是应该是同一项，十善呢就是搁较明细来解说吼，啊，其实呢，人啊五戒守会掉啦，那十善呢就是平衡啦，所以。五戒十善呐，这拢总是众善业吼。那前面讲一行众善业，啊，咱来当众善业都做得好，那就得见无所佛啦，供养以诸佛，随顺行大道，具足波罗蜜。这个代志呢，甲咱的心。苦啦，吼！在咱的周围呀，咱时时都是做得到。所以听经爱听在咱的身躯边，不是呢？在过去的过去，吼，好亲像离咱真远。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啊。